警方全程搜寻，只为一失踪老人。当时每个人看的是很紧张的，我感觉洞口有点臭味。一连几天彻夜未眠，上百小时的图像追踪，我们都是大失踪。一次次的逻辑推理，一点点接近真相。他需要交通工具，可能他会坐公交车之类的。团团迷雾中彰显刑警本色。你的一个灵感出来了，这个案子可能就有一个峰回路转的时候。现在是撒贝宁时间，看舟山警方如何寻向追踪。谁可以证明？无法证明。他当时去干什么呢？他无非在那边认识的，就是这两个女的。真的说，如果是自杀的话，他不可能跑这么远去。不要见死要见尸，这个是我们的决心。有句俗话说，百姓看公安，关键看破案。其实对于公安来讲，有的时候压力最大的还不一定是那些命案，往往是一些人口失踪的案子。你想想，一个大活人突然毫无征兆的就神秘失联了，不仅案件的性质难以确认，往往侦破起来也缺少证据和线索。现在是撒贝宁时间，今天我们要给各位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案子，我们带各位到浙江舟山去走一趟。失踪的老人名叫李汉林，失踪的时候84岁。上个车上我们找了，但是没有发现血迹这样东西存在。这是失踪的李老汉曾经骑过的电动三轮车，在他失踪5天后，家人在一条河边发现了他。被挖杀过或者是被撞过，这种痕迹是没有的。下过大雨的缘故，提取不到有价值的一些物证，指纹都没发现。三轮车上没有提取到有价值的线索，但是车上留下的物品却让人匪夷所思。三轮车上放着的衣服，好，然后是裤子。经过家人辨认，车里的衣服和裤子都是李老汉失踪那天穿的。李老汉为什么要脱下身上的衣服离开呢？李老汉失踪的时间是2014年6月30日，是他的女儿最先到公安局报案的。那白天是要出去了看看戏呀，怎么跟人家呢说说话呀，到晚上啊是每天是会回家的，他一直到没有地方这个过夜。李老汉和老伴儿平时和儿子住在一起，失踪的1周前，老伴儿去女儿家，李老汉仍旧和儿子李中国一家人住在祖上传下的老宅子那里。像在6月30号早上的样子出去的，去了之后没回来，应该是感觉好像在他那个女儿家里面。一次都没有在外面过夜的李老汉，这一次接连3天都没有回家，家里人意识到问题可能严重了。他打过去了就是不会接了嘛，到了下午也不会接，晚上也不会接嘛，那是对我姐姐有点担心了嘛，爸爸肯定出事。张波是舟山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听到李老汉失踪的消息，他找到了李老汉的儿子了解情况。李老汉的儿子回忆说，6月30日那天早上7点多，父亲骑着三轮车出去了，他以为父亲是去了妹妹家，可后来打电话却发现父亲已经不知去向了。狂找了5天之后，李老汉的儿子找到了父亲的三轮车，一个小河边啊，找到那辆三轮车。那他说他打听下来，他父亲经常在这个地方出现，所以说他就是到那个地方去找。
李老汉不见了踪影，但他的衣服却脱在了车上。腰带里面手机的那个套子，手机不见，身上的钱财不见，身上基本上带钱的多的时候有几千块，少的时候起码有几百块。现场勘查表明，李老汉身上有可能携带的钱物都不见了，这会不会跟他的失踪有关呢？从那个三轮车兜里面啊，发现那个土地证，另外就是一些临水的其他个证件，都证实就是李老汉自己的。三轮车发现的地点在新城区的城乡结合部，距离李老汉家有十来公里。李老汉本人不见了踪影，他的三轮车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面对这辆三轮车和李老汉留下的物品，张波陷入了沉思。当时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啊，他反正自己家里人已经找到这辆三轮车，我们就可以在视频上来可以报看。张波带领一组侦查员，以发现三轮车的地点为中心，调取了李老汉失踪那天附近的监控录像，很快他们就有了重要的发现。发现在那个离三轮车那个最近的一个点啊，好，发现戴着红色头盔，好，穿着雨衣这样一个人啊，但是脸上是看不清楚的，到底是谁？蓝色雨衣啊，后面这里还有个三轮车的纹饰啊。这段监控录像拍摄的地点距离李老汉三轮车停放的地方不到100米。之所以这段视频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是因为画面中的三轮车和李老汉停在河边的三轮车特征一模一样。监控录像显示，这辆三轮车最后一次出现在画面里的时间是早上的7:58。从路程上来看，这倒符合李老汉7点多出门的情况。但是，由于骑车的人戴着头盔，穿着雨披，侦查员无法辨认骑车人的身份，只好请李老汉的家人帮忙辨认。他们反正辨认出来就是他们家的，那个不就是他自己父亲骑的吗？经过调看大量录像反复比对，张波他们基本可以断定，这辆三轮车在早上7:41的时候出现在了距离李老汉家最近的一处监控画面里。这正好和李老汉儿子所说的老人离开家的时间相吻合，但是让张波感到蹊跷的是，一路上并没有发现有人尾随或者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当时我们也怀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地方。一个84岁的老人突然间走失了，5天之后他骑的电动三轮车在离家10公里之外的河边被人发现，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咱们去现场看一看吧。老人的电动三轮车被发现停在这个河的堤岸上，这条河大概4-5米宽，河的这一边是一片居民区，这个地方是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部。警方仔细看了一下，车没有锁，而且也没有剐蹭过的痕迹，应该不是交通事故。由于这几天刚刚下过雨，警方在车上也没有发现指纹，而且在附近的地面上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血迹。但是在车上，警方发现了老人的一些衣物，一件衬衣，一件夹克，还有一条裤子，但是都没有撕扯过的痕迹，看上去应该是老人自己把它给脱下来。可是根据气象部门的资料，老人失踪的2014年6月30日那一天，天一直下着雨，天气并不好，老人为什么要把衣物脱下来呢？在现场警方发现了老人的手机套，但是手机不见了。据老人的亲属回忆，老人一般出门在外身上可能都会带上个1-2千块钱现金，但是现在手机不见了，钱也不见了。如果说真的是被人打劫了的话，老人去哪儿了呢？如果说老人已经被劫匪杀害了的话，那么劫匪在转移尸体的时候为什么又要刻意把老人的衣物留在这儿？好像分明是要告诉别人这些东西和老人有关。另外让人感到奇怪的就是那本
农村土地权使用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件，而且平时啊用的很少。老人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出门呢？老人的失踪会不会和这本使用证有关系？据周围的居民反映说，他们发现这辆电动三轮车停在这儿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一开始没在意，以为车的主人去附近办事儿去了。但是据他的家人交代，老人身体一直非常健康，也没有出现过神志不清醒的时候。那么老人究竟会去了哪儿呢？询问了附近的人啊，其中有一个看到过有个老头坐在那个河旁边，靠在墙根，就是在那里哭泣。这条通过走访得来的线索一下子让张波想到了一种可能。他女儿来报案的时候也跟我们讲到了，老父亲李老汉跟他儿子啊存在一点矛盾。我们的媳妇这两个一直不回来30年了呢。李老汉一家都是舟山本地人，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三个女儿都已经出嫁了。平时他和老伴儿和儿子李中国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自从那个他们家房子要拆迁，听说要拆迁开始，是好几年前已经有矛盾了。如果老人和儿子因为房产的问题产生了矛盾，这也能正好解释为什么老人会把写着自己名字的土地使用证带在身边。三轮车停靠在河边，车上还有老人的衣服和裤子。再结合李老汉和家人闹矛盾这个特点，张波觉得李老汉选择投河的可能性很大。这个角落里面看一看，那你扶住了。角度没有，好，小心。浙江省舟山市是由上千个大大小小的海岛组成的。李老汉所住的新城区位于舟山本岛，也是最大的一个海岛。发现李老汉三轮车的地方旁边就是一条小河，河的上游是个水库，河水最终注入大海。河也比较窄的，大概5米左右宽，河水也是比较浅的，不深，1米多深。每天的话都有河道工作人员对那个河道进行清理，如果尸体在河里面应该也可以看到。此时李老汉失踪已经快1周时间了，张波他们推断，如果李老汉真的跳河了，尸体很可能已经被冲入大海了。不过张波他们往下游搜寻了大约5公里后，发现了一个小水坝。到了一定日子的话，他要那个开闸放水的。那段时间闸门没有开过，等于说水流是不变的，所以说尸体也不可能流入到大海里面去。家中勘查发现重要线索，李老汉上面都写着好像就是那个古老师墓碑上的名字。这是不是抹黑的？抹黑的，就一个一千的那么已经黑了。一名关系特殊的女人，这个区域平时入住的人，我们这是挨个的那个私房。现在是撒贝宁时间，敬请关注寻向追踪。经过一连几天的搜寻打捞，张波他们一无所获，河底没有发现老人的尸体，水面上也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河水中找不到李老汉的尸体，那他人又会去哪儿呢？张波推断，如果李老汉真的有轻生的念头，按照常理他会在家中留下类似遗书的东西。我们先是去了他家里，家里面也不是很乱，也没有这种迹象或者打斗痕迹，也是没有的。在李老汉褥子下面，勘察人员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李老汉上面都写着好像就是那个古老师
吴老师就是这边的一个那个白话娘娘，我这一注定会孤老终生，等于说没有儿子，对生活充满了怎么有点厌世的一种情节在。引起张波关注的这篇家产归属决定书是老汉2014年6月14日写的，也就是在他失踪半个月之前。在这份决定书中，李老汉似乎已经不承认自己的儿子了。从对家产的处置上来看，老人的确有轻生的可能。在河里没有找到老人的尸体，老人会不会到别的地方寻了短见呢？不单单只是河边的，把他很多的一个事情的那个猜测的了，我们都要给他堵住的。肿了，没有明显的外八。虽然一时间张波还想不明白李老汉脱衣弃车的原因，不过作为刑警，他现在最紧迫的是找到人。是如果他自杀的，会有几种情形，哇，我们又去那个李老汉的坟那边去查找。张波首先想到的是当地的一个习俗，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在自己去世之前为自己选好墓地，甚至造好墓碑。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墓碑上要刻上子孙后代的名字的。然后当时李老汉他墓碑上面刻了他儿子跟他孙子的名字。当张波他们找到李老汉墓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是不是抹黑的？抹黑的，就一个仪器拿了，已经黑了。他儿子心里已经被他用什么东西踩掉了。儿子再坏也好啊，因为自己死掉总是一个要体现出子孙满堂这样一个形象。既然他把他儿子都踩掉，就说我一个人没有儿子的。墓碑已经碎了，李老汉儿子的名字被涂上了黑色的油漆。从油漆的痕迹上来看，李老汉应该是不久前来过这里。经过仔细搜索，张波他们并没有发现李老汉的尸体，也没有发现血迹和拖拽的痕迹，老人的去向仍然是个谜。舟山位于我国的浙江省，这里不仅有驰名中外的普陀山，更有世界三大渔港之一的沈家门渔港。宗教的洗礼和富饶的物产让舟山地区很少发生恶性案件。随着一条条线索的中断，张波觉得老人似乎是遭遇了不测，但三轮车的位置又让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那个河旁边了，他居住的人是比较多的，停三轮的地方距离最近的一户人家也都大约总是两三米这样的距离，所以如果他在那个地方被强奸的话，他只要一叫，旁边的人肯定听得到的。张波分析，李老汉一个人骑着三轮车跑到离家10公里之外，一定有他的目的。他会去见什么人吗？李老汉平常喜欢去哪里，或者接触过什么人，这个是最重要的。李老汉的手机不见了，但是从家人调取的通话记录上看，李老汉平时极少用手机，只是偶尔给自己的女儿打打电话，最近一段时间并没有和其他的什么人通过话。就在张波他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调查的时候，李老汉的儿子提供了一条线索。儿子啊，当时就跟我们讲了，可能跟那个住在附近的几个那个也是上了年纪的女的有不正当关系存在，所以我们怀疑会不会是因为不正当男女关系，当时发生关系的时候是被害的。通过老人儿子反映的线索，侦查员在小河沿线进行了走访。很快，一个叫王丽丽的女人进入了张波他们的视线。就是住在那个三轮车发泄的附近，基本上处于同一个区域，大概只有100米的距离。王丽丽案发时54岁，也是舟山本地人。王丽住在那边的话也比较久，性格上可能也比较
外向，那他接触的人呢复杂，偶尔打打小麻将啊或者怎样的嘛，然后一来二去这样认识。如果李老汉真的像他儿子所说的那样和王丽丽有特殊的关系，李老汉的电动车又放在王丽丽家附近，那么李老汉在失踪那天来和王丽丽见面也就很有可能了。我们也把他叫到我们公安局，也进行了仔细的调查，也进行询问。可王丽丽一口咬定，虽然她和李老汉认识了几年了，也经常一起打麻将，但是李老汉失踪的那段时间他们根本就没见过面。每个那个排查组都带了相片，这个区域平时入住的人我们只是挨个的那个是访问，问他们有没有发现过这个人。虽然王丽丽家附近的邻居也都说李老汉失踪的那段时间没有见过李老汉来找过王丽丽，但这并不能彻底排除王丽丽涉案的可能。案件一天没破，张波就不能放弃任何的线索，他决定派勘查人员依法对王丽丽居住的房间进行仔细的勘查。如果是李老汉是被人家侵害了，他的话必定是要么会留下血迹啊，或者李老汉去过那个地方的话，可能在里面抽过烟啊或怎么样的。但是经过比对都是没有跟李老汉是比不上的，所以说从我们那一个从现场的勘查那一块来看的话，那说明李老汉那几天肯定是没有去过他家的。王丽丽涉案的嫌疑暂时被排除了，可李老汉失踪那天去王丽丽家附近的河边干什么去了呢？李老汉的家位于一座小山的半山腰，这天酷爱登山的张波轻装打扮来到了这里。特别是我们处理这个比较棘手的案子，自己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思考的环境往往容易的时候，就是说你的一个灵感出来了这个案子可能就有了一个峰回路转的时候。虽然张波这次登山时的暗访没有发现新的线索，不过李老汉儿子的一个反常的举动让他觉得有些奇怪。然后他儿子也一直跟那些附近群众说我父亲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呢，这个老头等于说是生活上也是不好的，但是跟附近好像不认识的人都一直这样说的话，我感觉是有点问题。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即便李老汉真的在外面有什么事，当儿子的也不应该在外面这么说父亲呢。我爸爸性格是很硬的，是硬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人家欺负他了他是硬，人家好了他也是心肠挺好的一个人。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张波他们还发现李老汉和儿子李中国原本关系很好，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李老汉对年幼的李中国疼爱有加，经常带他到居住的山上去采杨梅。李中国成亲之后，虽然一家人关系偶尔出现问题，但总是能够平和的化解。可自从传出了拆迁的消息，父子俩的矛盾就开始越闹越大，甚至村委会都出面进行了几次调解。听见没？都不要吵了啊！因为按照这边农村的习俗的话，一般是父母的遗产是留给儿子的，女儿因为出嫁了，就是很少有留给女儿的。按照舟山当地的习俗，老人都是由儿子来赡养，遗产也都由儿子来继承，女儿出嫁之后不再赡养父母，同样也不继承娘家的财产，只可以和丈夫一起继承婆家的遗产。可现在李老汉却有意要将拆迁款分给包括三个女儿在内的四个孩子，于是原本就有矛盾的一家人更是闹得不可开交了。在外面都说
他三姐妹抢房子嘛，抢房子嘛，完全是没有这种事嘛。现在房子还在他手里呢，怎么又抢过来了？怎么抢的？这个东西在怎么抢？你说？李老汉的女儿说，为了证明三姐妹没有动李老汉房产的念头，三个女儿还签署了一份调解书，上面明确写着三姐妹放弃继承李老汉房产。那老娘就不是也她也住这个吗？我们签字都放弃都给你了吗？按理说三姐妹放弃了家产，李老汉和儿子的矛盾应该会缓和很多。可李老汉失踪之后，儿子到处张扬父亲的不雅行为，会不会他是因为房产的事杀害了父亲，并以此来转移警方的侦破方向呢？虽然在张波看来，就是因为房子而杀害父亲应该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还是对李老汉的儿子在出事那天的活动进行了调查。这是6月30日上午9点54分左右，李老汉家附近的一个监控探头拍到的画面。画面中，骑三轮车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李老汉的儿子李忠国。李忠国骑着一个自己的三轮车出去了，我们在视频监控里面也发现，当时出去的时候，他是三轮车上放的是竹叶片。此时，李老汉骑三轮车出门才两个半小时。李忠国这个时候出门要去干什么呢？抢劫是不是？王四的安全网去拿，这个是应该是他是骗。在画面上，我们看到李忠国那天戴着一顶黄色的头盔，沿着329国道自西向东，骑着一辆蓝色的电动三轮车。他是去工地干活吗？里面什么都看不到，他当时竹片叠的挺高的。出去之后，我们沿路监控视频监控跟着。329国道汕头方面，沈江的方向去。沈江的方向去啊。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也就是11点21分，李忠国在外面转了一圈后，又骑车回到了家里。李忠国的这次外出会和他父亲的失踪有关吗？视频监控组立即扩大了对李忠国的搜寻。不久，他们在一个隧道的监控探头拍摄的画面里找到了他。他刚好那个隧道口有一个卡口拍下来。从李忠国骑三轮车出行的轨迹来看，除了刚出门和他父亲走的路有一段重合之外，其余的部分完全是不同的方向，而且时间又是在李老汉出门两个半小时之后，李忠国的嫌疑被暂时排除了。其实李忠国这个人很节省，好，也很会吃苦的一个人，也对他当地村民后来跟我们讲一样的，李忠国这个人其实也蛮老实的。儿子的嫌疑暂时被排除，也比较棘手啊，死不见死，活不见。新的线索浮出水面啊！当时每个人看的是很紧张的啊，感觉在洞口有点臭味。红色头盔，蓝色雨披，又会将案件的侦破引向何方？一看正面照，我们真是大吃一惊。现在是撒贝宁时间，敬请关注寻向追踪。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一个成年人突然下落不明，家人是可以向警方报案的。但是由于失踪案多数没有方向和线索，侦破起来难度巨大。当初李老汉的家人来报案的时候，包括张波在内，很多刑警也都这样认为，老人很可能是因为生气外出散心去了，过几天就会回来。可是当老人的三轮车被发现之后，张波觉得事情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了。为此，分局领导派出了现有条件下最大的警力，力争尽快破案。侦查员围绕李老汉停放三轮车的小河边进行地毯式的走访，他们想知道李老汉骑车到那里究竟是去找什么人呢？几天之后，侦查员了解到，就在那一带还有一个女人和李老汉来往密切。张鑫的话，外地的，再住在那边的。50岁的张鑫平时一个人租住在发现李老汉三轮车的那一带。
据张鑫说，李老汉失踪的前一天他们还见过面。他是在那个失踪之前啊，曾经联系过，如果要侵害李老汉或怎么样，可能条件那更大一点。张鑫回忆说，李老汉来找他是给他送杨梅的。不过警方对张鑫深入了解之后发现，和张鑫来往密切的还不仅仅是李老汉一个人。张鑫的话接触的人员是比较复杂的，也许存在争风吃醋，联合其他的老汉把李老汉一起给杀害之后抛尸。为了查明真相，侦查员依法对张鑫的住所进行了搜查，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不过侦查员在张鑫家附近走访时发现了一个地方，张鑫住的附近有个小山坡，万一如果是李老汉在那边遇害了，那抛尸最适合的现场就是在那个附近的山上，其他的路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都是住着人的吧，肯定会看到的。这个山坡是不是很高的，上面的话有很多房子，但都是破败不堪的。平常的话也没有什么人去的啊，草都是很茂密的，就说挺恐怖的一个环境。他那边都是一个小洞一个小洞，他们那个当地就是储水的那个小水井，年长而久了就形成了一个一个坑，就说一个被子吧，就扔在下面，那我们一下子心提到嗓子眼色了，是不是下面就是人的尸体。我们就找了一根长的竹竿啊，当时每个人开的是很紧张的啊，啊，感觉在洞口有点臭味啊。哦，把那个被子挑开之后，什么都不是，虚惊一场。这座小山并不大，搜寻工作持续了一天，把整个小山都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因为像李老汉这件事情啊，跟别的命案或者怎么样是不同，像他这个的话还是存在着很多种可能。眼看着一条条线索中断了，每一个侦查员的心情都跌入了谷底。当时也比较棘手啊，死不见尸，活不见人，一下子泄露一个僵局嘛，到底他那个李老还是怎么出去的。张波他们仔细地梳理着目前所有的线索，而且他们上上下下把这条河道都打捞遍了，没有发现老人的尸体，所以排除了老人跳河自杀的可能性，而且老人平时也不会和外人结仇，所以不会有什么人预谋着要害他。老人或许和王丽丽的关系有些特殊，但是在王丽丽家里警方并没有发现对破案有利的证据。张鑫也许有请财杀人的可能性，但是张波他们没有找到老人的尸体。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现场所有的痕迹再一次梳理一遍，看看有没有我们遗漏的地方。这些东西之前大家都看到过了，老人的一件夹克，一件衬衫，一条裤子，一个空的手机壳，一本土地证，一副老花镜，一盒烟，打火机，似乎除了手机和钱，其他的东西老人全都留在这儿。如果说老人真的是跳河自杀的话，他会什么都不带，光着身子只拿着手机和钱跳河吗？更何况警方并没有在河里找到老人的尸体，这当中一定有什么地方是被我们遗忘了。对了，在录像当中，我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得，老人是穿着雨衣出现的。
可是雨衣呢？我们在现场并没有发现雨衣。难道说老人会脱了其他的衣服，光了身子，穿着雨衣到处走吗？不可能。那么从这件雨衣的背后，张波他们是不是能够找到新的线索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决心。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张波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李老汉已经遇害了，而雨披和头盔很可能是被凶手穿走了。张波他们决定围绕雨披和头盔展开调查。而且那天雨应该比较大的，因为下雨嘛，他这个雨衣头盔肯定是需要的，这就形成了我们那个破案的关键点。但一开始我们就是以这个普通的那个路上的视频监控进行查看，没有发现什么东西。经过仔细查看，交通监控里没有发现有行人戴着红色头盔穿着蓝色的雨披离开。他需要交通工具，可能他会坐公交车之类的。张波立即安排侦查员着手调查，经过小河边所有的公交车，调取了这些公交车上的监控录像。经过一连几天的查找辨认，侦查员在上百小时的素材中终于有了重要的发现。在监控里面确实是发现了这个人啊，当时是他手上拿着蓝色的雨衣，红色的安全帽。这是一辆16路公交车里的监控画面，李老汉失踪那天的上午8:07左右，一个头戴红色头盔的男子上了车。上车的地点距离李老汉汽车的地方不过几百米。从体貌特征上来看，这名男子身材中等，和李老汉很像。然而当他转过头来面对车内监控探头的时候，当场的每一个刑警都被震惊了。我们真是大吃一惊。确定了，拿那个雨衣跟头盔的就他儿子。李老汉的儿子李忠国怎么会穿戴着和李老汉当天穿戴一样的蓝色雨披红色头盔呢？之前辨认监控录像时，他一口咬定父亲失踪那天早上他并没有外出，他为什么撒谎呢？在我们之前访问工作当中的话，他给我们提供了虚假的信息嘛，至少能证明了他儿子是说谎的，而且为什么会说这个话。李忠国会在杀害父亲之后穿上父亲的雨披和头盔弃车逃走吗？如果是这样，那他又如何在河边处理父亲的尸体呢？虽然李老汉和儿子有矛盾，但是张波分析，矛盾再大，李忠国也不可能对84岁的老父亲下手。一开始我们总认为是儿子不可能杀父亲的，再有天大的矛盾好了也不会有。侦查员仔细地梳理着李老汉失踪当天的各种线索。7:41，李老汉骑着三轮车出现在家附近的监控画面里。接近20分钟之后的7:58，他把车骑到了小河边。又过了近10分钟，8:07，李老汉的儿子穿戴着父亲的雨披头盔，从小河边附近上了16路公交车。8:23，他在自己家附近下了车。9:54，也就是李忠国到家之后一个半小时，他骑着三轮车，戴着黄色的头盔出现在监控画面中。他去隧道绕了一圈之后又回家了。但是这些线索能说明什么呢？时间是11点。这就是我们之前看过的李忠国自己骑三轮车外出的两处监控录像。您能从这两处录像中看出什么吗？经过对监控视频的仔细查看，细心的侦查员发现了疑点。
更明显的变化就是说，啊，从视频监控上反映，去的时候，他那个木板的话是装满的嘛，是吧？明显的我们看出来，回来的时候好像木板突然叫它减少了一点，矮了一块，啊，这个我们比较怀疑。经过调查，张波他们得知，李忠国那段时间工作的工地并不在他骑车外出的方向，可是他却拉着主板到外面转了一个多小时，而且回来的时候主板似乎被移动过。张波他们立即对李忠国当天骑车的沿线进行了排查。隧道口有一个卡口拍下来，它有个速度，当时我们开着车子就是按照这个速度去开。张波驾着车按着李忠国那天的车速和路线行驶着，结果发现他只用了20分钟就走完了两个监控之间的距离，而李忠国却走了半个多小时。这个时间不长，只有大概10分钟左右。但是正是这不长的十几分钟，恰恰说明李忠国在这段时间出了问题。这多出的十多分钟，李忠国去了哪里呢？当时我们就推测，这个过程是不是他去抛尸？张国怎么推测，如果李忠国真的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他能利用来抛尸的时间只有这十多分钟，所以抛尸的位置应该离公路不远。但是经过一连两天的搜索，张波和同事们并没有在隧道附近找到李老汉的尸体。那么李忠国在这十多分钟里做了什么呢？他又为什么会穿戴着父亲的雨披和头盔出现在16路公交车上呢？李忠国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专案组研究决定对李忠国进行讯问。不会冤枉的，这你放心吧。犯罪也有比较特殊嘛，根据犯罪嫌疑人的那个是心理，哦，出具了大量的视频监控。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忠国最终承认了自己杀害父亲的事实。嗯，跟朋友也是无路。李忠国为何穿戴父亲的头盔和雨披？儿子不可能杀父亲，再有天大的矛盾好了。李老汉究竟如何被害？什么样的仇恨让他对父亲下此毒手？亲情呢，是唯一的，是吧？不是金钱可以取代的。现在是撒贝宁时间，真相即将揭开。案发的时候，李忠国已经50多岁了，而他的父亲也已经到了84岁的高龄。虽然这父子俩之间曾经有过不愉快，但这毕竟是亲生父子啊。为什么李忠国要对自己年迈的父亲下毒手呢？现在到了可以为各位揭开真相的时候。李忠国家的房子处于舟山市新城区的山区，这里正面临着拆迁改造，土地是父亲名下的宅基地，而上面的房子是李忠国这些年靠打工挣钱盖的。如果拆迁，他们一家可能会得到一笔不小的补偿款。200万可能有的，那如果你不拿钱的话，有房子可以分的。面对这笔钱，一家人出现了矛盾。李老汉想把拆迁款拿出一部分分给自己三个女儿，这一点李忠国坚决不同意。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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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利益要冲突了。看来后嘛，跟老父亲嘛，也开始矛盾越来越激深了。李老汉只有李忠国一个儿子，也一直跟李忠国一家生活在一起。李忠国认为父母是自己在赡养，房子也是自己盖的，拆迁之后补偿款应该归他一个人所有。矛盾终于在出事的那天早上爆发了。这边家那个树干两刀的，跟我建一刀的跟高工也不太一样，
知道。太划算了，一样刀，一样这样的价格，这些跟我十五都不要好，都不要好。李忠国说，父亲的这个举动一下子激怒了他。然后李忠国看到之后，就骂他父亲了，怎么老头子哦，老不死的这样是吧？他就说，说一些脏话。我到底咋了？刚刚年轻的，到底咋了？所有话不好干。刚咋了嘛？刚要整容的老板看看。李忠国嘛，火气上来了，是吧？他就这样一脚把他父亲踢倒了。李忠国看到他自己父亲在地上这样呢，踢到这老年人会抖了嘛，爬不起来嘛，再抖。李忠国担心他把父亲打伤之后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更担心李老汉醒过来之后自己更是得不到家里的财产。然后李忠国就上去用手捂住他父亲李老汉的嘴巴跟鼻子，然后把他弄死。直到看见父亲不动了，李忠国才松开了手。为了掩人耳目，早上七点多，李忠国穿上了父亲的雨披，戴上了父亲的红色头盔，骑着三轮车出了门。他把车和父亲的衣服放在了离家10公里之外的小河边。由于那天下雨，他并没有摘掉头盔和雨披。一个小时之后，他乘坐16路公交车回到了家里。那李忠国趁这个家里没人的时间，就是把他父亲李老汉的尸体放在自己的三轮车上面，然后上面盖好竹叶片，然后李忠国就骑着三轮车出去。就是这一次，李忠国出现在监控录像中，并被张波他们认了出来。据他交代，他骑车在外面转了一圈，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把父亲的尸体扔了出去，然后匆匆地装上了竹板回到了家。这也就是公安机关在监控录像中发现李忠国三轮车后面竹板被挪动的原因。可为什么张波他们在李忠国骑车沿途搜寻了2天也没有发现李老汉的尸体呢？找这里啊，没吃过吃了。在李忠国的带领下，张波他们终于找到了李老汉的遗体。跟我一通啊，通通跟我说大哥你没人见你，哎，跟你给我给东西，跟说实话通通。原来李忠国在抛尸后的第3天又去了一次现场，把父亲的尸骨拖到了深山里，想等事情平息之后再将父亲安葬。我赶紧当当上第八个，坐在这去，到村里到处去，好快去了去去了，跟后来送车。好，小时候他自己父亲也带他去山上的，因为山上种着杨梅树啊，还有其他东西。李忠国抛尸的地方正是他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玩的地方。亲情呢，是唯一的，是吧？不是金钱可以取代的，是吧？金钱是身外之物，亲情高于一切。都说养儿防老，可是李翰林老人最终却死在了自己亲儿子的手里，而且矛盾的转折点无非就是一笔拆迁补偿款。我们经常说啊，没有钱可能很多事情办不好，但是有了钱也未必就能让所有的事情都变好。我们看到了太多因为钱父子妻儿兄弟姐妹对簿公堂的事情，但这还算是好的。对簿公堂尽管伤了亲情，但毕竟是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矛盾。可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悲剧，亲生儿子杀害父亲，这真的是对一个经济时代下少数人灵魂缺失的最严苛的拷问。